喂喂 ，Hello，Hello， 大家好，今日系2021年7月9号，没有他做不到，只有你想不到啊，可以做到几尽？无尽啊，太过分啦！今日讲乜嘢好啊？哦，星洲啊，星洲炒米啊，新加坡嗱呢度系咁写噶噃，《东方日报》咧就似乎系责难呢个新加坡啦，又唔知系咪因为最近咧啊就唔俾佢即系《东方日报》啊马氏兄弟啊嘛系咪啊嗰啲粉啊就入口，所以啊马氏兄弟啊就唔中意呢个星洲咧。咩粉唔系啊？嗰啲粉丝啊嘛 ，fans 咁咪粉咯。佢都系东方粉、星洲炒粉咩都好啦。咁因为啊，最近啊，星洲做乜嘢啊？佢叫星洲，我又叫星洲啦。就系、是、突然之间啊，东方系话突然噶嘛，突然噶原来。其实佢突然咗好耐噶咯，突然咗成年噶咯，一直都冇批噶噃。咁啊突然啊，咁啊唔认可科兴咁话系啦，喐佢啦，俾我唔忍佢啦，太过分啦，新加坡应该断交。咁但系咧。啊，东方把嘴又叻嘅，呢度佢就话乜嘢啊？超过100万嘅香港人呢，啊就难以入境呢个新加坡，100万其中之一啊，当然就系呢个华记正能量啦。啲人话系正能量噶嘛，注册商标呢排啊隔唔知几多日就突然之间呢啊，而家冇嗰啲叫咩啊，冇可疑个案各样噶啦，只不过得闲就报你听咯。啊呢度蓝田女子堕楼啊，咁啊昏迷送院，然后呢啊就不治，突然间啊又有啲咁样嘅 case 嘅。好啦，说回正题嘅，系讲紧呢个起楼新模式啊，边个起楼新模式啊？就系讲紧新世界嚟。开始之前呢啊，见到单嘢咩积金局欢迎2021年强积金嗰个条例草案刊宪，咁啊话乜嘢降低洗费各样，唉，都系嗰句啦。目前呢啊，啲人哋都表明想永久嚟讲各样噶啦，你都唔俾翻啲强积金人嘅时候啊，第时人哋要走咧，我谂好多人都抗伤呢样嘢啦，就系、是、你嗰笔强积金拎翻嘅时候就唔好意思计收入啊，虽然就会有10万银嘅免税额。嗱咁讲，你嗰一年呢啊，就一定要用一个叫做，如果你阁下仲攞到啦，用一个叫做 remittance basis 去拎翻笔钱啊。咩叫 remittance basis 呢啊，就系、是、指你嗰笔强积金啊，同埋你记得啊吓，你又 note 单翻今年嗰笔 pension 呢系几多钱，可能将来有用，虽然唔保证一定得，因为佢计嘅系 capital gain tax 嚟噶嘛。咁你只要证明咗啊，喺今时今日啊，你嗰笔 pension 系几多嘅市值都。其实啊，佢去到咩位嘅时候，你都系升值咗嗰笔，就当应该系 capital gain 咁抽啦。咁似乎就冇咁金啊，咁但系都系麻烦噶啦。避无可避啊，冇计噶噃，你咪当投资移民咯。你投资移民都要俾笔钱，咁当然唔抵噶啦，但系冇 Q 计噶啊。你点样攞翻呢？阁下生人自有妙计。好啦，说回今日嘅正题啊，就系、是、呢个柏澳庄、啊，就话第三期嗰度咧啲石屎啊就未达标，但系咧就话佢哋啊知识之后就照卖嘅，两座需要拆卸重建咁话，系人为疏忽，呢个系新世界讲噶。咁你柏澳轩啊啲。私人楼听个名啊，都真系劲嘢啦，系咪？又系地铁站上盖物业嗰啲，一句话啦，嗰班友仔啊，啲唔赚钱嘅嘢佢哋唔做噶嘛，咁能够啊拆完之后再重建啊，都仲可以 OK 嘅，咪即系话乜嘢啊？佢嗰度悭成本嘅方法咧，就已经足以啊令到佢拆卸重建之余，都仲有钱赚咯。咁都好神奇嘅呢件事，点解啊？因为你起一间屋。各样呢，香港点解啲楼咁贵呀？因为你个成本贵呀嘛。点解成本贵呀？你要过好多嘢㗎喎。又批呢样又批嗰样，又要过环保，又要过建筑结构，又要过嗰啲配套设施，大厦公契 N 咁多样嘢，律师、测量师、会计师，全部嘢都要齐晒呀，齐齐齐摆晒喺度。而你起楼嘅过程嗰啲用料各样又系一层一层咁批嘅。咁而家竟然呢好简单，一般嚟讲嘅，你97都出现过㗎喎，嗰啲叫乜嘢啊，短桩楼㗎嘛，听过未？咁结果啦，佢有冇拆卸重建呢？冇囉。虽然就短桩都冇拆卸重建喎，而今我即係好多人已经喺度讲啦，啊就话佢点样啊，有承担啊呢样嗰样，要攞嚟做宣传嘅啫。喂，话时话喎，我諗到桥俾佢喎，你知我哋呢啲啦，与人为善，即使佢係几咁不堪，我讲个项目咋。
唔好諗歪嘢，即係即使佢個項目幾咁不堪啊，我都會有橋啊俾佢搭救得到㗎、啊、即係目前嚟講啊，你拍澳灣嗰度呢，你其實無需要拆卸重建嘅，好簡單一樣嘢，你咪奉政府語，唔係吸煙危害健康，係講緊拍澳灣危害健康啊，講笑啫，係講緊啊，你咪奉政府語嗰啲健康啊嗰啲計劃啊，走去谷針嘅，好簡單，抽獎咯，抽幾層拍澳灣俾佢，咁你咪唔使拆卸重建咯，照樣裝啲人入去啫嘛，係唔係好巧啊？地方冇人要，你啲劏房啊，每年加 15% 好難捱噶嘛，反而拍澳灣啊，你吉一吉，跟住啊，走去抽獎，你諗下嗰度話就話有問題各樣啫，你計翻條數，你唔使咁多錢、啊，抽獎有咯，肯定有人都反應嘅。但我哋睇下佢做乜事先啦，非必要佢都唔會拆卸重建嘅。佢話部分牆身結構嘅混凝土檢測數據未達要求，即係有啲朋友仔啊識嘢啊，即係話揾嚿嘢啊打一打埲牆，咁啊知道曬一切。影響呢846户，被害嘅係乜嘢啊？知道有事啊都仲開售喎、啊。依家預計入伙嘅日期咧就要延遲9個月，咁佢好負責任啊！拆卸重建，我就一個問題啫，買咗樓延遲9個月入伙，嗰9個月個租邊個俾啊？当你唔好彩啦，嗱你班友啊咪又走出嚟唔知做乜啊，喺度反中乱港喐你㗎、啊、即係你呢就粗粗底啃咗佢嗰9個月嘅租金，好少啫，我諗啊20000×10唔係19個月，10個月都唔夠啦，陰公。咁9個月我當你20000啦，咁咪嗰度粗粗地180000啫嘛。180000之後啊，新世界又俾你入伙嚟。咁入伙之後啊，佢啲石屎就有全新嗰啲啦，至少唔係啊，放咗落去之後會有裂痕，由頂裂到落底嗰啲，最多裂一半啫。空調就雨順，俾山竹吹一吹啊，都唔會冧嘅，最多搖搖欲墜嘅啫。嗱、咁又睇下佢閃稿嘅時候啊，唔係扇你嗰啲啊，有啲乜嘢人。讲个说话，唔系东方报嘅，今次我睇明报嘅啊。就据一名不愿透露身份嘅某发展商嘅高层，系咪新世界啊？佢就话起楼过程啊出现技术错误颇常见，点解不愿透露姓名啊？一透露啦啊，你咪知佢边个咯？陈某波同你讲啊，有市民就讲到表达想加税，话嗰名市民系咪姓陈噶？呢度咯，一名不愿透露身份嘅某发展商高层，嗰名高层啊系咪姓郑噶 ？Anyway， 佢讲乜就乜啦，佢话部分可作修补。好嘅呢啲咁样嘅嘢，但系部分墙身结构混凝土检测数据未达要求，可大可小。咁又系、哦，即系如果你成栋冧咗嘅话咧，到期时啊，我哋有4个字啊，就叫做责无旁贷啊嘛。赖唔甩咁啊大镬，系咪咁样噶？咁然后啊，民主党拎出嚟攞彩，又走出嚟就叫呢个新世界嗰啲咧啊披露石屎报告咁话，咁东方各样嗰啲啊，近日大肆报道啊，都系讲一样嘢嘅啫。就算冇咗苹果啊，靠佢哋嘅时候啊，家下玩乜嘢啊？玩诚实豆沙包系咪啊？食咗诚实豆沙包啦，系我哋点装？我哋唔好，我哋错啦。有啲咁样嘅嘢噶，其实佢中。中意点讲咪点讲咯，现有嗰啲咧就入咗场啦。我话唔知佢哋转唔转到手，你出晒名咯，拍澳湾其实都影响佢第二期、第一期嗰啲噶。你而家嗰个系拍澳庄第三期啊嘛，佢就话拍澳庄第三期石屎未达标。咁我问你啦，拍澳庄第二期、第一期，你啲料会点？靓唔靓？你系成个集团。信誉尽毁啊！不过佢个名字就冇改错啊，的而且确系新世界，或者改名咧叫捞世界可能会好啲。嗱、咁今日讲嘅古仔咧，唔好讲佢啦，因为我记得嗰个好似系光头井嚟噶嘛，光头井冇乜嘢好讲啊，讲下历史仲好啦。咁今日要讲嘅咧，冇错，唔系光头楼，真系讲嗰个啦，嗰、那个就叫刘禅啊。刘禅当日有边个喺度坐镇啊？就系呢个出师表嘅诸葛亮咯。诸葛亮当其时即系刘禅咧就叫佢做上父。咩叫上父啊？即系当佢阿爸咁讲噶啦，契爷咁款啊，系尊称嚟嘅。喺诸葛亮在生嘅时候，刘禅都叫做窥痕举报、哦。原因就系因为即系诸葛亮嘅出师表都叫做动之以情，说之以理，就同刘禅讲先看所以兴。龙后汉所以衰颓原因就得一个嘅啫 ，check and balance。而当诸葛孔明离世之后，即系盏七星灯吊唔起嚟，咁结果刘禅就宠爱一个宦官，好似讲啲唔知咩咁，咁系因为嗰条友识饮
色食啫。嗰、那个人呢啊就叫做王浩。咁王浩佢呢当其时姜维就好憎佢啦啊想将佢大卸八块嘅。咁但係刘禅就挡住咗原因㗎喎啊都好 free 嘅佢嗰个 style。佢又同姜维讲你何必斤斤计较呢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即係朕鍾意点玩就点玩。咁姜维啊听完之后都系冇许符㗎啦到最后啊蜀汉就俾邓艾一统天下成件事你怪王浩咩未必即系可能系刘禅嘅问题甚至乎啊可能系姜维嘅问题呢好今日讲到呢度。